交给这个提案者。好，谢谢。那我们就请下一位提案者。对，那再请下一位的提案者乐生先生也可以先等一下。是后面。Hello， 大家早安。我是那个十周年生日趴的坑主。其实我们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不同的坑，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然后我是生日趴坑主，所以明天我们其实还是会再玩一次卡户。刚刚希望大家都有复习到，如果你们刚才没有隐恨没有拿到那个第前三名的话，明天你还有一次机会，但是题目会有点不同。好的。好，那这是我们十周年的派对哦。那我们明天的这个活动会在社创中心，请不要跑来中研院下雨淋雨过来哦，不要再来这里了。明天在市中心的社创中心，那最接近的捷运站有两个，一个是忠孝复兴站，然后一个是大安站，它大概在这两个的对角中间哦。大家那个查一下地图，我们会使用社创中心的一楼。那明天的活动是比较结合 Summit 跟 Party 形式的一种混合版本哦。我们本来只想办 Party， 但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三鬼的议程哦。所以如果你是一种议程动物的话，欢迎你明天来，你还是有满满的议程可以听。但如果你只是想要来吃吃喝喝、聊天玩耍、看表演的话，这也是一个很适合的场地。那我们也很贴心的，因为我自己是有妈妈哦，安排了一个这个亲子同乐的一个空间哦，然后会有一些小东西在那边，然后也欢迎大家带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朋友一起过来哦，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心智年龄很适合在那里的话，也很欢迎在那边一起玩耍哦。好，那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明天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哦，就是一个暖身哦。我们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短讲哦，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如果你是短讲的这个讲者的话，请不要迟到哦，因为你马上就会被下一个短讲给淹没哦。那我们还会有表演呢，我们的这个 GME 的没有人非常的有这个才能，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会在台上做什么事情哦，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各式各样的表演。然后我们还有两个房间特别开放给这个比较长时间的40分钟的工作坊哦，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很精彩的不管是 COC 的大乱斗啊，或者是讨论比较严肃网络中介平台各式各样的题目哦。然后因为我们刚好有议程的助理就是临时有事不能来哦，所以我们这边也在号召，临时号召，如果有人明天有要来参与，然后这个愿意来当议程助理的话，欢迎等一下来找我。还有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生日 party 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吃吃喝喝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所做的这个 GMV 的这个十周年的海报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符号，这些符号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对，大家可以去找。那里面包含了这个披萨、啤酒啊、蛋糕啊、那个棒棒糖啊，这各式各样的食物等着大家来哦。然后我们还会有酒精饮料，那还会有一些策展的部分，包括打卡墙跟会码，在场地上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说明哦。那再来就是这个时光机了，这是今天也要请大家来帮忙的哦。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这个临时政府十周年来的一个时光机时间轴，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从我们的官网上面可以连接得到。哎，对不起，箭头跑错了，时间轴，或者是从这个 QR code， 那从现在你们就可以登录进去，在上面输入你的三个关键词跟标一个时间，让这个时间轴看起来更丰富哦。现在就可以做，今天任何时间到明天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好，然后我们还会有就是一个 DIY 的手电筒画哦，然后今年也要征求就是拥有手作魂的人来把这件事做得更丰富一点哦。好的，总之我们现在持续招募议程助理，然后时光机的试玩大队，还有拥有手作魂的人一起来帮忙。那我们林宇宙舰队的这个名单，因为我时间不够了，所以就不念了。好，谢谢大家。